师们的帮助下，把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场面布置的特别的温馨和浪漫。李春也特心精心的准备，感谢李春，希望您将来好好照顾君君。刚才的一切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刻，我希望未来的人生路，我们一起牵手并肩一路走下去，好吗？是不是阿姨还有问题？今天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也是特别的开心。能有从今天起，有了李晨来和冰冰共同生活，有了冰冰，有了自己的挚爱，李晨也有了自己对于心上的人。所以说，为这一对年轻人，我感觉非常的高兴。那个，我从今以后又多了一个儿子。